大家好，我是李雅婷。 Kunachi 阿里山冷源茶的起源人是阿珍姐，她是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也是我的一位好姐姐。以前她曾经经营全台湾最大的一间海钓场，也跟演艺人员有非常良好的互动，但是后来因为被人倒债，在生意失败之后，她就生了一场重病。因此因缘际会之下，在921大地震，他选择到了阿里山来接手茶厂的生意。在阿里山上，他辛苦地经营茶园，不但费尽心思，也将向亲友借贷的千万金额砸下去，制造100%的阿里山茶的茶饮茶品系列。他一心只为了帮助阿里山的农民能够有更多的行销管道，并且希望能够将阿里山的好茶推向国际的地位。这一段过程一路走来相当的艰辛，现在 Kunachi 阿里山冷源茶的品牌诞生了，也同时获得了市场的认同。 Kunachi 用心经营，专精制造阿里山茶，100%产自阿里山茶区，30年来首重茶信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珍姐，我代表 Kunachi 哈，我们2012年所推出的阿里山梦幻玫瑰红茶，玫瑰红茶、玫瑰美人茶是我们台湾首创，没有人在研发，因为我们台湾食用级的有机玫瑰哈，非常的贵。因为我是想说要给国人喝的健康、喝的养生，所以我下去研发这类的产品跟饮品。我们这红茶经过欧盟认证368项农药检测，合格通过。Kunachi 产品横跨老中青三代，并持续以100%阿里山茶做底，研发相关原生茶饮茶品。Kunachi 目前除供应国内老客户以外，也以 Kunachi 品牌踏入正热的大陆市场。2012年， Kunachi 将强化以年轻茶友的习性，推出优质健康的阿里山少年茶，也欢迎认同架杠阿里山茶的朋友合作推广。我们阿里山的茶有很多种，冬茶、春茶，还有冬片、绿色黄金，只要阿里山茶我们都有做，我们一定做100%100%的阿里山茶。阿珍姐她发愿，在这一生她要在她的能力范围以内多说好话，多做善事。她希望台湾能够处处有温情。阿珍姐虽然书读的不多，不过她知道做好事是做人的一个本分，更是他身为企业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。现在他已经开始在 Kunachi 阿里山冷源茶销售的同时，默默地将 Kunachi 阿里山冷源茶所销售的利润些许款项来作为社会的公益捐，使我非常的感动。佛家说千手千眼观世音，救苦救难观世音，是要世人学习佛陀的慈悲。千眼是到处观察，千手是任何事都做，只要众生需要，若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来济世救贫救难，那么很多人的悲剧将可以降到最低。我在想把我这个好茶推出去给大家喝，喝的健康养生哈，陆续再找台湾全省的经销点，让我们的宝岛台湾各地都能够有个幸福的好所在。我是许胜梅，我们喝好茶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就会有好的幸福生活。在台湾认真的事，我们都应该去支持。像阿珍姐这样踏实认真的人，值得我们仿效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，让我们的社会有满满的爱，满满的情。